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袁莎，欢迎大家来到 I Can Music 古筝课堂，也感谢大家和我一起分享音乐，分享古筝。在上节课当中呢，我为大家讲解了古筝的第一个重要技法勾摩托，那么还给大家带来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《笑傲江湖》和《春江花月夜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学习我们的第二个技法小搓和大搓。好，一起先来看我们的小搓，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符号。大家看到大指的托上面叠上一个食指的抹，两个符号加在一起构成我们小搓这个符号。小搓呢，在我们的古筝技法当中，它是一个双音的技法。那么顾名思义，双音就是两个音，所以它相比单音来说稍稍增加了一点点难度。这双音是哪两个音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就是小搓。那么我们看到了，这双音主要是食指和大指一起构成了小搓。好，那么在弹奏的时候呢，明确了食指和大指，但是呢，我希望大家在弹的时候不要临时的去打弦、拍弦，这样弹出来都是没有把握的，非常容易碰错弦，而且非常容易不能得出平均的两个音。因此我建议大家这两根弦提前的把它找好，明确好，两个手指都放好，然后轻轻的两个手指分别向掌心弯动啊，向掌心收缩，这样你就可以平均的得出这两个音了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想我们在之前的勾摩托的课程当中提醒过大家三个要点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很清楚地记住它们。在这儿我再强调一次，在小搓和大搓当中同样需要这三个要点。第一点，我们平面触弦的问题，那么在这个技法当中牵扯到了两个手指，所以呢单个手指很容易做到平面触弦，那么两个手指又是食指和大指的时候，可能不能完全的兼顾。那我想尽量的做到两个手指都能略微的调整角度，使它们能够平面出弦。好，大家听一下，这是错误的音色。好，这是正确的音色。好，光滑圆润的。好，第一点就是两个手指分别都要调整到基本上能平面出现的角度。第二点，我们在勾摩托的时候提醒大家运用的什么关节呢？手指关节，而不是手腕小臂和大臂。好，所以请大家弹奏的时候不要呈现这个状态，而是大家看到了，实际上我就是手指关节往掌心的一个收缩动作，完全没有超过手掌的范围，所以超过手掌范围之后意味着你的动作太大了，动作太大在慢速的时候可能它的弊端不明显，但是当你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，你那么大的动作就要妨碍到你的速度了。所以我们都为了将来的一个提速考虑，请大家缩小弹奏的动作。好，第二点一定要记住运用手指关节。第三点，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的手型。手型呢，有同学只是伸出这两个手指很难看啊，而且也呈现一个很紧张的一个手型。那么还有同学这样啊，所以这几个除了不好看以外，主要它呈现的是一种不松弛的状态。
所以我想，我们无论手型，还有我之前反复提到的肢体的状态，都必须是一个自然而松弛的状态。那么注意到这三点之后呢，我们基本上能够规范来弹奏这个小撮了。但是我提醒大家还有一点，就是在运用当中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的同学貌似弹了两个手指，最后发出的是三个声音，我们来听一下。好，这个呢还是练习的时候比较粗糙了。那我们一定要注意，不能多于两个声音。啊，一定是非常干净的，得到食指和大指这两根弦的音色。还有的同学，貌似弹的是两个手指，而实际听到的是有一个手指没有发出声音，这也是不对的。啊，那么说明可能有一个手指的角度啊不舒服，那么一定调整好了，两个手指必须平均的发出两个声音。好，仔细听一下。听到的都是两根弦的声音，好，这是一点。最后还有一点提醒大家的就是，当我们运用到乐曲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来听一下，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。好，也就是说旋律线条特别清楚。那么这个旋律线条，我们想一下，它是靠哪个手指带出来的呢？好，我们来确认一下，我们的旋律线条是依靠大指带出来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可能在练习的时候，我刚才要求大家两个手指一定要平均我们的音色，但是在乐曲的运用当中的时候，相比之下，大指要比食指重要。也就是说，大指承担着完成旋律的作用。所以无论如何，都请大家注意，在乐曲运用当中，小撮一定要让你大指的旋律音非常的清楚。好，熟练的掌握了这几个要点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运用小撮这个技法了。下面一起来看我们的第一首乐曲《大长今》当中的主题曲。